2019年，我们在广州写下《带我去找夜生活》。对，这首歌是在广州写的。那个时候我还记得，这首歌还没发表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在演出场馆外，跟大家一起合唱。刚刚你们唱的那个《如果》。换承诺不会，如果你就是一切。2019年，告人第一次在广州，就是把夜生活写下来，祝福我们今天结束。告人，加油！我们只有三个小 B 老师。本来想说在跳海的一些桥段可以拿这个，发现他们这一场根本就没有要用它。我说拿来，给我好了。